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大家做的新车试驾是在上个月才刚刚小改款的 Accord。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它的旗舰版本 3.5 的车型。那它的售价呢，当然比 2.4 贵了非常多，将近比 2.4 的顶级版本贵了大概20万。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每年的汽车税金的消费，它的税金也比 2.4 贵了将近一倍以上。2.4 大概是在17,000-18,000左右一年。那如果是 3.5 V6 的部分呢，它的税金一年大概会到36,000块，所以是超过一倍。这个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会是他下手 3.5 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当然就是车价，可是相对的，这20万的差价呢，虽然差异主要就是在引擎，其实它在内在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的就是 3.5 V6 Accord。在外观的设计上呢，车头甚至在车侧的部分呢， Accord 3.5 也好， 2.4 也好，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有，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轮圈的设计。同样是17寸的轮圈搭配，可是轮圈的设计上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车尾。车尾的部分，第一个它拥有 3.5 V6 的一个名牌，第二个部分它的排气管是双出的一个设计，车尾是唯一可以辨识 2.4 和 3.5 最主要的地方。在车头车侧呢，它和 2.4 最顶级的版本都是一样，包括头灯一样有 HID。 那因为这台车我们在上个月才刚刚为大家做过新车试驾，所以我们今天在外观啊，甚至包括空间的部分呢，还有内装配备上呢，就不再为大家来多做介绍。主要重点要摆在一个就是试驾心得，还有一个就是引擎的规格。虽然在内装的空间上，甚至包括行李箱空间跟 2.4 是一模一样的，那在配备上呢也是一模一样，包括主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一样有循迹系统、三合一刹车，这都是标准配备。被动安全的部分呢，跟 2.4 顶级一样，全车系搭配都是6G 的气囊。不过在内装上有一个大家看不到的配备，就是它有一个 AMC 的一个主动噪音抑制。这样的配备只有在 3.5 上面才有， 2.4 两个等级都没有。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中控台的部分呢，还有后座的扶手中间的地方有一个隐藏式的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它主要的功能呢，并不是什么蓝牙通讯系统，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会接收车内的噪音，不管是轮胎滚动的噪音、引擎式防火墙的一个噪音，甚至包括你在高速行驶的一个风切声的噪音，它会自动会接收这些噪音呢，透过车上的喇叭系统放出一个低频的一个声波来抵消这个噪音，让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甚至在一些比较不好的路面行驶的时候呢，这些底盘的噪音也好，风切的噪音也好，会稍微会被压抑下来。那根据嘉伟的双耳亲自的认证之后呢，确实在 2.4 和 3.5 上面，因为我们两次试驾的路线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拍摄地点也是差不多的，这沿路过来你会发现，就是当今天车辆静止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你旁边经过的摩托车，它的噪音真的是会比较大，因为那个时候它并没有启动这样的装置。可当你今天在行驶过程中，你会发现当你今天时速过30公里之后呢，这样的噪音会慢慢被抑制掉，尤其是旁边譬如说有卡车经过啦，或是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呢，这些室外的噪音确实是可以有效的被抑制。接着我们打开引擎室呢，这是 3.5 和 2.4 一个最大的差异。 3.5 搭载的是一具 V6 引擎，这具 VCN 第二代的引擎呢，它具备的就是3缸、4缸和6缸同时可以做改变，依照你的时速还有转速和车速，以及你的爬坡啦或下坡的时候呢，它自动会改变3缸、4缸和6缸，来达到更好的性能输出也好，或是更节能的一个燃烧效率。那在三缸的部分呢，就是靠近保杆的部分，这三缸会做一个动作。那在这个时候用到的地方，通常就是在下坡减速的时候，如果你还在有档位的情况下呢，通常这个时候是用三缸。那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就是平坦路面定速巡航行驶的时候，它是用四缸。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转速，就是在爬坡的时候或者起步那一刹那，六缸会同时来做运作。这样子的设计呢，达到了欧盟四期的一个环保标准。另外，它也从原本的大概2007年的时候的3.0 V6，到现在变成是3.5 V6。这具引擎的排气量是3471cc，是3.5。它的最大马力是275匹，在620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有34.6公斤米，大概是在350牛顿米左右。搭配的变速箱是5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可是排挡杆部分呢，并没有手自排的功能。其实 Accord 在台湾的汽车市场呢，主要的主力还是摆在 2.4。
原本有三成比例的 2.0 现在已经被取消了。据台湾本田表示，就是 2.0 的消费者非常愿意多花个几万块台币就可以升级到 2.4 这个版本。以他们上个月的销售成绩来看呢，大概有九成都是买 2.4， 那 3.5 V6 的部分呢，它的比例大概只占到一成。那可是对于台湾的消费者来说，其实 Tiana 3.5、 Camry 3.5 和 Arco 3.5 这三款车的售价相仿，等级也一样，空间还有整个配备上来说也是一样。外观的话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 Tiana 好看，有些人觉得 Arco 比较好看啊，这个不一定。可是以配备来说，我觉得 Camry 是比较好的。那以整个底盘的扎实度来说，还有整个车体的刚性呢， Tiana 又好一点点， Arco 也不错。可是以 Arco 来说呢，它比较强调的，我想应该就是整个驾驭的操控性和驾驭感受，这个和 2.4 是一样的。虽然它在内装配备上，尤其电子配备上呢，确实跟 Camry 比起来有一个不小的落差。你如果买到 Camry 3.5 Q 最高那个版本，它甚至还有 ACC 的跟车系统，可是在 Arco 上面呢，连一个很单纯的8寸萤幕、彩色萤幕都没有。啊，这是 Arco， 我相信对于台湾消费者来说，它比较没有办法符合台湾消费者口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这具引擎很多人会怀疑，就是它在3缸、4缸和6缸之间在做切换的时候呢，驾驶者会不会有一个很突兀的顿挫感？大家可以放心，完全没有。第二个部分就是 3.5 和 2.4 它的车重大概多了80公斤，这80公斤是完全都在前轮，都在 前轴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在胎压在打的时候呢，跟 2.4 比起来，大概建议多1到2个 PSI 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的车重大概重心都会在前方。那以整个舒适性来说呢，因为它一个噪音抑制系统，确实可以让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你耳朵那些感受到不好听的一些噪音会稍微的被抑制掉一点。那跟 2.4 这20万的差价就差在这具引擎还有一个噪音抑制系统，这两个部分到底值不值20万，我相信由大家去评估吧。那如果说你一定要买 Arco， 其实我觉得 2.4 的 VTS 就已经非常超值，起码它的主被动安全呢都已经很完整了。那 3.5 V6 就是你如果要追求更好的性能，你可能才去买这款车。那趁着今天因为我们试的是 Arco 3.5， 所以时间可以比较充裕一点。好，那我一样来补充一下，就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完的驾驶教室。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握方向盘，怎么调整坐姿啊，甚至怎么转方向盘。那很多人就说转方向盘呢，不要用接力的，应该用交叉的啊，或是用接力的比较好。其实都可以，就好像你喝汤要右手喝汤还是左手喝汤一样，不用太刻意的去强调一定要怎么打方向盘。你只要记得就是双手永远是握在方向盘上面就可以了。你要交叉打，或是你要接力打都可以，因为你在马路上驾驶，你不是跑 WRC， 马路上驾驶的时候，不管是交叉打或是接力打，你大概只会打到半圈，顶多半圈而已。如果你的车速是超过时速30公里以上，半圈的方向盘转向已经可以让你的车道偏移好几个车身，那个时候你要闪躲任何东西都闪躲得掉啊，除非就是你已经车速过快啊，或者说你已经太接近这个障碍物啊，那当然闪不掉。否则你要做一些正常的闪躲的时候呢，不管是接力或交叉其实都可以啊。那说到这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就是嘉伟最近常去大陆出差啊，不管是在对岸的大陆或是在台湾，我发现两岸的消费者开车的习惯有一个地方还需要再加强。我觉得购车制的驾驶教室做的比交通部的宣导短片还好。我们常常做一些驾车的观念呢，我们不是在教大家很基本什么礼让行人，那个是应该的。我们要教大家一些就是如何从一些正确的知识和观念去减少一些马路上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方向灯，这个方向灯的拨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位置在哪里。可是真正会打方向灯的人其实大概只有一半，甚至有另外一半是连方向灯都打都懒得打。我相信你在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如果碰到人很多的时候，你一定会常常会用到一句话，就是借过。你在走路的时候呢都会讲借过，那你在讲借过的时候呢，你是当你过了人家之后才讲，还是在人家还没看到你之前就要先讲？
当然是要在人家还没看到你就要先讲。打方向灯也是一样，我看到很多驾驶者会打方向灯，可是那个时候是你已经转动方向盘在变换车道或者在转弯的时候，顺便去拨一下方向灯的拨杆。你这个时候如果后面有摩托车骑士，或者是后面有一位驾驶者，他看到的时候反应会来不及。正确的打方向灯的观念应该是，当你今天预设要右转的，你要在预设右转前的3到5秒就要先把方向灯打好，告诉后方的驾驶者，或是旁边的驾驶者，甚至包括车头前方的一个驾驶者，你要右转的，或是你要左转的，而不是已经开始做了转向的动作才去很敷衍的、很应付的去打一个方向灯。方向灯它不是装好看的，它也不是一个选配的配件，它是一个标配的配件。那打方向灯是一个基本的礼貌，也是一个基本让你周围的行人或是摩托车骑士或是驾驶者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动作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告知对方的一个方式。那在日本当地呢，甚至有些人拿方向灯来说谢谢。我看到很多日本的驾驶，如果你常去日本，你下次可以注意看，如果说你在马路上驾驶，有一台车从巷子出来，或者说怎么样，你如果让他或者行人，甚至包括摩托骑士，如果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后方的车辆让你变换车道，那当你变换完成之后呢，很多日本的驾驶者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一个照示灯闪3下，然后再关掉，这个就代表就是你跟后方的来车说谢谢。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多余，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可能可以让马路上的驾驶者或是马路上的整个气氛呢会变得比较和谐一点啊。虽然购车式的影片很多人看，不过我还没有到那种力量，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观念。可是我希望看到影片的人呢，在未来你在马路上开车，如果真的碰到有人礼让你，让你先过的时候呢，不妨在他看得到的情况下也一样按了这个照示灯3下再关掉，让后方的来车或是礼让你的人知道你在跟他说一声谢谢啊。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心得，就是中国人啊，你在一般的礼仪上做的都非常好啊，甚至你认识到一个新朋友见面就会握手，你好我好。可当你今天手握到方向盘上面的时候呢，整个个性都变了，不会礼让人家开车啊，东钻西钻，甚至稍微有一个不小心闪到你大灯啊，或是稍微有一个不小心开到后雾灯去碍到你的时候呢，两边就要下来打架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们两个驾驶者虽然不认识，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见到的时候呢，你们绝对不会打架，而且可能会握手交换名片。可是为什么当你今天握了方向盘之后呢，你的整个个性就变得很兽性？我觉得如果你在马路上能够像我们以前童子军常常讲的日行一善，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每天在马路上让过一位驾驶者，我相信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整个用路环境呢会变得更好。OK， 今天的驾驶教室呢算是比较另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去规划一些比较动态的一个驾驶教室，我们下次再见。